请问现在是怎样啊？可以。我知道你们超过时间了吗？知道啊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公车卡忘记拿了。啊喂，老师，六色还在学校？对，六色，8:30，他们还在学校。你们不觉得昨天夜校真的超烦的吗？然后我们现在都想，因为他还老在那边练啊。那你昨天是真的有被那个夜校的教官吗？有啊，他又打电话给教官，然后叫教官喊我。弟弟啊，真假的啦？傻眼，居然罚两。对啊。他们夜校哎，然后做衣服啊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啊，弄我们！既然他们都不看好我们，我们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办一场最好的惩罚。对没？要赶上啊！快点！1、2、3，加油加油！